愣踢兔的。这个嘛，人说剃了长头发，你觉着呢？还是那么帅。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黎叔很生气。大臭你呀！后果很严重。葬礼这事我说了算。一直在开会。上厕所干嘛不脱裤子？终于要对我下毒手，我他妈给你脑袋拧下来！冷静，我为领袖立过战功。去！哟，这谁钱包啊？哪呢？哪呢哪呢？没钱他让我瞎忙活什么呀？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！那孩他娘呢？这小狐狸是谁呀？哎，你瞎摸什么呀？叔叔真会伺候女人，一个再也找不到比你都好的人。和你在一起特有安全感，见不到你啊，我真的就想……哎哎哎哎！还记得当初咱们加入公司时的誓言吗？成全别人，恶心自己。我是不是也能和你吐一口火？我就是那个小三儿。小子砸疼了、啊